柯文哲攻2020总统，网友没这条件2028也不可能。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台北市长的选战如何布局？民进党是要自推人选还是礼让柯文哲，受到各界关注。而柯文哲若是没有连任，是否会和总统蔡英文争选2020总统，也受到外界议论。对此，就有网友认为，柯文哲要选总统，没有班底根本不可能。柯文哲昨25日出席活动，被问到要不要职工2020选总统，他表示应该是不会，一改以往态度，被认为是有可能会选总统的意思吗？柯文哲也仅回应先把今天该做的事做好。对此，就有网友在 PTT 上发文讨论，认为柯文哲若要选总统，必须要有班底，他没班底，要怎么选？根本不可能。该网友强调，除非第二任，柯文哲必须积极培养班底，才有可能选总统，否则别说2024、2028也不可能。柯文哲若要选总统，网友直言没班底，2028也不可能。图记者林静民社。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台北市长的选战如何布局？民进党是要自推人选还是礼让柯文哲，受到各界关注。而柯文哲若是没有连任，是否会和总统蔡英文争选2020总统，也受到外界议论。对此，就有网友认为，柯文哲要选总统，没有班底根本不可能。柯文哲昨25日出席活动，被问到要不要职工2020选总统，他表示应该是不会，一改以往态度，被认为是有可能会选总统的意思吗？柯文哲也仅回应先把今天该做的事做好。对此，就有网友在 PTT 上发文讨论，认为柯文哲若要选总统，必须要有班底，他没班底，要怎么选？根本不可能。该网友强调，除非第二任，柯文哲必须积极培养班底，才有可能选总统，否则别说2024、2028也不可能。柯文哲若要选总统，网友直言没班底，2028也不可能。图记者林静民社。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台北市长的选战如何布局？民进党是要自推人选还是礼让柯文哲，受到各界关注。而柯文哲若是没有连任，是否会和总统蔡英文争选2020总统，也受到外界议论。对此，就有网友认为，柯文哲要选总统，没有班底根本不可能。柯文哲昨25日出席活动，被问到要不要职工2020选总统，
他表示应该是不会。一改以往态度，被认为是有可能会选总统的意思吗？柯文哲也仅回应先把今天该做的事做好。对此，就有网友在 PTT 上发文讨论，认为柯文哲若要选总统，必须要有班底，他没班底，要怎么选？根本不可能。该网友强调，除非第二任，柯文哲必须积极培养班底，才有可能选总统，否则别说2024、2028也不可能。柯文哲若要选总统，网友直言没班底，2028也不可能。图记者林静民社。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台北市长的选战如何布局？民进党是要自推人选还是礼让柯文哲，受到各界关注。而柯文哲若是没有连任，是否会和总统蔡英文争选2020总统，也受到外界议论。对此，就有网友认为，柯文哲要选总统，没有班底根本不可能。柯文哲昨25日出席活动，被问到要不要职工2020选总统，他表示应该是不会。一改以往态度，被认为是有可能会选总统的意思吗？柯文哲也仅回应先把今天该做的事做好。对此，就有网友在 PTT 上发文讨论，认为柯文哲若要选总统，必须要有班底，他没班底，要怎么选？根本不可能。该网友强调，除非第二任，柯文哲必须积极培养班底，才有可能选总统，否则别说2024、2028也不可能。柯文哲若要选总统，网友直言没班底，2028也不可能。图记者林静民社。